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、キョウカです。じゃん！大家好啊，咁咧琴日嘅日期大家背成点咧？系咪觉得好难咧？系啦，同埋你记唔记得数字仲系点样读咧？唔记得唔紧要，因为咧今日咧会再讲多次数字系点样读之余咧，亦都介绍埋呢一个月份系点样读嘅。数字嘅一至十咧就系一至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樣嘅，咁月份嘅個數字嘅讀法咧，同本身數字嘅讀法係相似嘅，所以大家只要記得個數字嘅讀法咧，你就會識得讀月份嗰個日文啦。好，咁首先我哋講下一至三月先啦。一至三月嘅讀法好簡單嘅啫，一月係一至一月，二月係二月，三月係三月，再讀多次係一月係一至一月，二月係二月。三月是三月，好，然后下一个是四至六月啦。四呢就不可以读月卡住咁样嘅，我哋要讲翻呢个四，所以呢系四月住，四月住。五月呢就系五月住，五月住。六月就系六月住，六月住。下一个去到七至九月啦，七月呢一样啦，唔可以读奶奶卡住咁样嘅，我哋要读四月卡住，四月住。八月呢系夏至卡住。夏至加住，九月咧我哋唔可以读 Q 加住咁样噶，我哋要读翻 Q 加住 ，Q 加住。十月咧就系 J 加住 ，J 加住。咁咧去到十一、十二月咧一样啦，你只要读翻数字嗰个读音就可以噶啦，就系 J 一支加住，同埋 J 二加住 ，J 一支加住。同埋 Juni 格子，好，咁我今日嘅分享咧就嚟到呢一度啫。咁咧关于数字嘅读法咧，我哋就讲咗数字啦、日期啦，同埋呢一个月份嘅。咁大家可以啦咁样背住先，因为咧剩低好似时间同埋分钟嗰个咧，其实都好简单嘅，大家都系用翻数字嘅方法去记就得噶啦。咁呢一度咧我就唔讲啦，因为我觉得一对住啲数字嘅时候咧，个头就好晕，好大嚿黑云喺个头上边啊。系咁，但系希望呢、一个月份啦，同埋日期啦，系可以帮到大家去分别先，因为咧记住啊，日期咧嗰个读法咧同月份嗰个读法咧系完全唔同噶吓，咁咧大家记得要努力去分辨呢个数字嘅读法啦。咁啊，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咧，记住帮我赞好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另外可以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嘅。咁如果有啲咩问题嘅话，喺下面留言话俾我听啦，我会尽量都回应大家噶。好，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，Ciao，麻烦你，拜拜。